沿路挥，你可以偷偷把它挥下去啊。他也没有回到我、啊。哎、欸，在上面，在上面，在上面。我捡到了，我捡到了，我捡到了。啊、是是是是，这可以吗？你回得来吗？回得来吗？这电影可以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超没有在正中间，他那边挥挥挥，都没回到我。然后我就把他打下去了。对啊，然后我就看到宝石掉在前面，找一下，可以回家，可以回家。666、欸、这里没垫脚石上不去啊。对啊，路子被炸光，箱子里有六四、欸。箱子里，箱子里，箱子里。小雨先拿，我这个箱子被打开了，有六十四个，你拿了吗？哎，上面有炮击哦。啊，小心哦。哎，你要把我击下去。光豪，光已经都有火焰弓、火焰剑了、欸。光超强，光超快哦。不要担心他，不要担心他。我也想发大财，我力最强的人了。来，OK， 下一等你放好再发光好了。好，等一下。先这样，全没问题啊！喂，接着。哦呦，发光！呀，发光了！准备再去炸了、哎。我也是这么决定的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一直在他们家，想说你们如果放完了，我可以再炸一次。结果我们先发光了。又了，又了，气死！我把石头放进箱子咬了。你可以放那个楼上的那个大箱子，上有那个大箱，储物箱，那对方就拿不到了。你说最上面哦，就是保险箱、那個，就那个保险箱，保险箱，对啊，保险箱。保险箱我塞一大堆钱在里面，有我钱呐，钱超有钱。不，我在国王旁边了，可恶。还有第三天，还有第三天。啊，我也是这么想。我这分差超大，没问题的。哎呦。那国王一开始还很凶凶，殊不知最可怕的是炸弹兵，真的超怕哎、欸！你王国之战有赌博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是紫银法师那个吗？对啊，还是可以抽奖之类的。嗯、对呀、啊，那就赌博而已，好多钱哦！在他想赌之前，把钱全部拿走，把箱子里面的人拿去换东西，还有几个私房钱。想赌不给你赌，你的私房钱已经变成公用的了。不要，我贡献那么多，让我赌一下嘛。可以啊，你身上还有167可以赌。娃娃第三天晚上上来，你可以赌两期哦。我只是拿箱子里的六组钱而已啊。哎呦哎呦，死灵法师嘛，可以赌个六次我。扣钱钱，失明失明，好上面，好了，他们看不见了。国王，国王，我只能赌三次。出发出发，我30秒后再来玩。谁还只是想？哎、欸，他们也在，他们也在领钱了，他们也在领钱了。那我把钱先领出来。啊，我的钱被抢走了！哎呦，失明失明。哎、欸，自杀三克，谁谁？哇哇哇哇哇哇！90，九十。就是、你就待在他们的国王旁边吧。对，对我拿借放无敌，我先把我的钱全部领出来。这只是谁？这剑师。我在箱子放那个手榴弹。我靠！还好刚刚领钱出来，不然我现在我钱变负的。哎、欸，有人在玩是不是？哎，你先。我失明，失明，失明的，失明的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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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紫灵法师真热门呐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他们国王要死了。嗯，他们国王在哪里？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哎、欸，捡不到，我捡到了。啊，你谁呀、啊？你很慢，你快点呐、啊！后面好了好了，给你给你啰嗦。排队排队。我都忘了要哪边是我们家，哪边是我们家。你先。啊！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对。我的钱是负的了。我的钱也是负的。没有，我这边50块，有没有还想再赌一次？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！快点来救我，快点来救我！反反正呢，我在家里下面。你不对边啦、啊，这边不是我们家吗？不对啦，你在对面嘛？啊！你在对面，你在对面啊！我跳下去，我自杀，我自杀，我自杀！好，再来中间自杀。哎、欸，有点累个累个。对啊，他们炸太多。点点，对。又要中间，中间喽，中间喽，中间喽，老位置哦，熟悉的味道。哎呦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楼上有人，楼上有人，耶、yeah. 欸！捡到有人尸体了，掉下去。可以啊，有没有捡？有没有捡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啊，
中间出来了吗？我捡到钱了，中间有人丢那个，是那个拿走的了吗？还没吧，还没掉吧？哎，不是那个蓝色的吗？哎，小雨后面，小雨后面，哈哈，又是你！哎呀，没有人跟上，没有人跟上，繁星你后面，哎，我一起炸，我一起炸！哎，小雨你后面有人在打你，有人在打我，有人在打我，他丢炸弹，我在炸他，我死掉了，我死掉了，把你也炸死了。又在中，哎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光宝还在，附近没人了，我都炸掉了。拿下，炮击手机了，繁星拿了。没事，我听到打架声，没事，你先回去，垫脚石油吗？左边。哇，你可以先努力上去。哎呦，他炸了。左边是指哪边？哦，有垫脚石，应该直接。有，找到了。哎呀，好。有人过去了，他死掉了。我来当这个炮击手支援。被矿工黑要搞杀死！哎、欸，想来我们家很炸的、啊，炸到好累个、啊，真的超累个的，我天！没事，乱跑了。有人来的，不好了，好，好，马上 PK 要走，没事，被炸到，我去，好可怜，我们的矿是超凶，我的天，对啊，我自己掉下去了，最凶那一种。没关系，我陪你。上不去啊，好痛哦！那个再一个国王哦，再一个国王，我又有钱了。没问题。我去领个钱。两个哇，好多人啊！两个，有钱了，有钱，87块钱。我跟卢米7块钱而已，一直掉下来。哎，我们家有人啊！我听到打架声，我听到打架声，可是不干跟我无关啊。对。没打到我，你都怎么办？傻眼，没看到他们国王。我要盾牌，我也要盾牌。免费的雪球可以捡我。他把盾牌拿走，外籍。我才学两个。为什么去买盾吧？对啊，我回来买盾。被拿这个楼上。OK， 我也好想免洗。那就。排队买盾，下次吧。哦，盾都炸掉了。我帮你。然后来吃的。六，来去找他们国王。他们国王刚死掉了。他们国王还在死的状态。啊，宝石呢？宝石在地上。哎，捡到了吗？我没有捡到，我刚死掉了。他们家有一个发光的。那应该是在他身上。哎还在吗？楼梯还有一个，楼梯还有一个。乌鸦鬼是不是？欺负女孩子！我们你们两个，我都没，一起死！不行，有人在打我！我要放屁了，那个攻击动不了了，好那个，死一片！好像被他们捡走。没有，我们家那个发光的在跑的，发光的，发光追他，走啊！6666666，国王捡的国王宝石。哎呀！你不要想不开啊！你这样子没办法战斗啊！我还有可以用弓，好乱！保护光！那烧起来的！其实我好想免洗，天啊！哎呦，有弓！护送马光！结束这回合！我的天！上去啊！来，给我们哦，没问题。去吧，国王。国王不需要做这种事情，交给我们。哎，有人，有敌机，又来，快救我！锁链，我在楼下，你在哪？看到你了，稍微垫上去了，没问题。所以我们家还要跑酷啊？对，不用了啦，跑酷可以啊，微微跑酷之家，哎呦，好像可以喽。哦，隐形游戏结束了，挂，耶！感谢新会员，完全是个隐形之战啊！国王好凶，对啊，我们国王一直努力在奋战。
对啊，我们在打架，最凶就是国王。这世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觉得我是最可怜，真的都是国王。对啊，因为其他根本就没差。一千，一定要小心各种的爆炸，感觉要付那个防爆。然后那国王一上楼，然后刚站在路口直接丢，我就没理他。堆尸战法，嘣嘣嘣。这就是平常他们对我们做的事啊，啊真的超凶的。我们隐形后也可以这样做啊，就对面国王的心理阴影面积，大概就这个场地这么大吧。好了，下一场。有玩过的就换人，不用搞装备真好。真的。真的我从来都没买装备，我觉得我也是升了一个稿子而已，升级都没有。我稿子跟剑有，哎、欸，对我也是，我只有稿子。我要先来，我还是要打一下，专门把人家打下去。你赶快偷看一下后段更新了没？嗯，什么更新？后段。是我在玩的游戏的活动。嗯，玩什么游戏？舰队收藏。啊，你是在玩？哦，我有看到。对。偷偷的 follow 一下。你也被发现了。好恶心。爸爸怎么啦？等一下重开一下。啊，所以你找到上次电脑打不开的原因吗？没有。是那个吗？网络问题了。哦。等换 IP。鸡马，鸡马要看，要玩啊，玩才会一起玩。鸡马。对啊。哎，你们昨天快玩什么？昨天去。啊，不，昨天前天。鸡马。哦。我觉得鸡马，哎，鸡马后来是不是有出什么喷射背包之类的？有，超无耻的，团团一直靠那个过火获胜。他只要放喷射背包，就拿炸弹去炸那个位置。无耻，很无耻啊！哎、欸，他可以，他不会被黑洞吸，也不会被风吹走，那边飞来飞去。然后哦，抢不到喷射背包，好啊，我就拿炸弹啊。就像抢不到国王宝石，那就炸掉了。直接丢虚空啊！对啊，丢虚空没差、啊。嗯，下一个十秒再来抢啊！哎，我来看看啊。你偷看你出了什么题目？早就已经结束了。什么题目？给你们 IP， 记得这哦，改成这个了。哎、欸，改了哦，对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好久没有这样了。对，就你等等一下，然后去让他们进来。嗯，那个有了。最后一个进来要记得不动哦，不动。他们会飞啦，这样就好啦。要把洞都打出去。你都会飞？哎呀！你又要陷害人家是不是？我要把你的管理员拔掉，你也进去游泳啊？你想要做什么？一起游泳。你有要让他们游泳了吗？还是你要盖个？这是要干嘛？我只想圈养他们而已。
哇，这是什么养马的概念吗？你有奇怪的癖好，一拳。还有，不知道这边放个栅栏门，他们会不会发现？没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这样子，你这样，你弄高，嗯、然后这边放两个栅栏，这样子。哎，要全部的这样子。这样谁不发现啊？这样会发不会发现吗？不然你把栅栏放在上面这个、哦，对对对，这里上面有意义吗？对啊，算了，还是圈养他们好了，就把它全部围起来啊！啊，放个陪他们，放个牛陪他们哦！你们要欺负牛牛呀？ Yeah.你不是盖跑酷哦、欸、小子的你是新手，你蛋对准大的动物当然会变出小只的 啊不要丢小只，小只好可怜哦，你是来就来了，我知道会丢出小只的啦，放点牧草给他们吃、嗯、那一拳掰咯呀，好哎，要跟他们用肥走开，不要妨碍我当东西，你还嫌弃肥为什么砍不了你哦？啊，我现在虚弱，够不着的门。这胖子，这胖子，走开！那我会走出来，然后发现没有跑酷哎、欸。撒点草吧。